打拼了一天，现在让我们做会享受福气人生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我要过来跟各位来讨论到讲，要安怎来管理你的脾气，或者是管理你的心情。讲较俗语来底讲，讲要安怎管理你的情绪。咱翻开报纸，每一天拢有自杀的消息。人遇到困苦事件，伊无法度去应付、去处理，伊就会行到伫迄个选择自杀的这个路。这几年来，咱会当注意到新闻报道有真济自杀的案件。为什么咱的百姓会安尼来行这条路？这个叫自杀的路，变成就是今仔日咱台湾的社会死亡的一个真大的因素。基督徒有一套真宝贝的秘诀，就是有上帝话在咱的内底。当咱的心情真沉重啊，真绝望的时阵，圣经讲讲，上帝话就是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要引带咱行到伫迄个光明的道路。圣经有一句真宝贝的话，讲你就爱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祈祷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向咱所定着的旨意。所以要咱管理咱的这个心情，我一方面伫下面要甲各位来做伙讨论，来讲到这个六项的秘诀是甚物啊？毋忘咱所有观众朋友，你试看卖，看会当得到帮助啊袂？头前，你爱认识，去意识到你目前你心内所存的这款的心情是甚物款的心情？无论是正面还是倒面，你爱去慢慢去思考，你心内的这个脾气是安怎来的？近代心理学家甲咱分解，讲人的脾气是对着咱心内有一个叫做潜在意识，浮出来了，一定影响到伫你的心肝，现在会安尼真正艰苦啊、郁卒啊，安尼想袂开。心理学家甲咱讲到，人的心理可以分作三层，头一层是叫做意识层，就是你会记哩讲啊，我是虾米人，我发生虾米代志，有遮个代志真清楚，点伫你的这个印象内底。第二种呢，就是你过去所发生的代志，伊会甲你安尼藏入去到伫这个第二阶层。叫做无意识改善，无意识的这个改善，让咱常常有这个安尼想袂到的代志是，伊就伫咱的心肝的内底啊，浮一个、沉一个、浮一个、沉一个，让你感觉真艰苦。第三方面叫做潜在意识，潜在意识这层呢，咱知影讲，咱生活中间有真济代志，每一天会吸收真济的这些资讯哈。讲英语讲做 information， 啊，这些资讯啊有正面的，要么有倒面的，有负面的。所以每一天你所接受的这些消息，无论是看报纸，还是看电视，或者是听这个收音机，或者是即马你内底有拢在大家在 line， 有真侪这些资讯啊，会咱进入到伫咱的耳腔内底。甚至到在我们的意识层里面，所以呢，我们若不用心去把它分别出来，这些一直积累、一直积累的这些资讯，会变成我们很大的压力。譬如说，丈夫上班的公司，最近因为营业不好，无法度他发薪水。太太听到这个消息，她心肝就开始在操烦。丈夫带动回来的消息，会变成做负责人，伊的压力，
就影响到伫咱的这个家庭的气氛。所以这个世界代志，会使讲是千变万化。如果你若无能力去应付、去处理，你心头不时都安尼荡荡，啊，未快乐，啊，有一种的心态，咱台湾话讲叫做“代志未到，成烦恼病”的心理的咧。所以这款的这个情形，常常会影响到伫咱的情绪，会影响到伫咱的心情。所以呢，你若无认真去处理的时阵呢，你就常常过着一个无快乐的迄个生活。所以圣经的话甲咱讲，你就爱安静，你就爱休困，知影我是上帝。所以呢，上帝在甲咱管理，咱每一个人的生活。有主甲咱做伴时，你的心思意念会转西，就袂低速到正骨角尖，可以讲钻牛角尖。真侪人想袂开，原因就是伫遮。如果你若是信主耶稣，你千万毋通糊里糊涂做一个基督徒，袂晓来挖苦上帝。你爱真认真来默想，来暗念上帝的话，甚至呢，我鼓励咱观众朋友，你每一天爱翻开圣经，读上帝的话。你若有感动的所在，按笔写起来，对着这个感动的话语，你按一抓一抓甲画起来。你有遇到困难的时阵，你会忽然间想到讲，哎，我昨读这个圣经的时阵，有多一句对我真好的帮助。所以你又倒回冰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圣灵会在你的心里做你的帮助者，让你的心可以开阔。第二方面，我要跟人说，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做矛盾的方法，国语说叫矛盾取向法。你遇到这个事情实在是很坏，很艰苦心。但是呢，这个矛盾的取向法就是来讲，你为着这个来感谢，因为有这个困境，有这个难处，圣灵加提醒我，爱多等来敲锤，上帝帮助，咱爱知影，照着上帝也行引错，爱相信上帝意念，关过人的意念，伊的道路关过人的道路，你人想袂到的代志。上帝给你有一个信心，你的话语要成为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导你走在信心的道路。所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千万不通有遇事情的时候，那像是在钻牛角尖一样，你应该好大开嘴跟上帝祈祷，说上帝啊，我现在有遇到这些种种的困难，希望你帮助我。现代的心理学家跟我们说明，人类犯罪以后，常常自我做中心，不爱挖苦上帝，自然而然就想用对的。现在你所遇到的事情，都是对负面的角度去想，不是对正面的思想来去思考。所以呢，咱人慢慢，这些事情一直在你的心里搞着的，搞着的，等不出来的时候，你的烦恼会越来越多。所以呢，我建议我们应该要好好去认识，去修改，为什么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所以造成我这个心情这么沉重。第三方面，我鼓励我们观众朋友，你去多登教会，参加教会小组的聚会。目前在台湾有真侪热心传福音的教会，教会内面有真侪会友，伊会分组每一个小组，每一个小组。礼拜日去教会，大场面的礼拜，你做会敬拜上帝，吟诗俄罗上帝，哦，这真好啊！主礼的牧者，伊为着转会众来祈祷，用传讲安慰人的这个道理，
你学会晓将心头一切的忧虑、甲烦恼的代志，完全拢交托给上帝。你做礼拜煞了，你心肝头就会轻松，就欢喜快乐。更加重要的是，不是干那单单做礼拜，应该是伫周间，真侪教会拢有迄个小组的团契。伫小组的团契内底有些好处，就是咱人少，迄个小组长。伊直接甲咱关心，咱每一个组员伊个需要。假使讲咱个人若有即款个困境，有即个需要时，咱会当个别甲伊做伙交谈，咱会当得到真大个帮助。所以，咱会当抓住即个机会，请咱小组个兄弟姊妹为你个所遇到个苦境来祈祷，甚至若有一寡遐个毋爱互人知影个。咱的小组兄弟姊妹有贴心，会甲你保守，袂甲你宣传出去。你会体验得到信心的溃烂，在你的心中一切的操烦、重担，拢将完全放落。在教会有真济严格训练的小组长，伊私底下会当个别甲你交谈、关心、祈祷，互你感受到亲像咱一道的人。真亲切，真安慰。自然之人，你会真爱去参加教会的聚会。甲主内面，再有贴心的兄弟姊妹做伙交杯，你会得到真大灵性上的造就、勉励、鼓舞、安慰。信靠主耶稣的心，的确会更加坚定，也会带来予你的家庭有真大的祝福。圣经有一句话讲，就信主耶稣，你甲你一家拢要得救。你一个人的信心，会影响到伫你全家大大细细，拢总望上帝祝福。因为福音会生团的溃烂，会影响到伫你全部的家庭的人。所以呢，基督的福音具有一种生命的影响力。你一个人来信主耶稣，你一家拢要做伙，日日甲你同出同入，亲人的中间，的确会产生互相影响、互相勉励的这款的一个影响力的咧。所以我鼓励你，爱常常默想上帝话，上帝话有真大的安慰力。所以呢，咱对着咱的这个消极。负面的这个情绪，就是咱的这个心情啦。你就会当通过上帝话来解决。我伫遮读几节圣经做参考。譬如讲，你心情沉重的时阵，你会当读这个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二节，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会乎骨高大。所以你的确爱用基督的心，将上帝话藏在你的内底，你就会体验到讲喜乐的心，乃是良药的迄个效果。你郁卒的心情就得到透放。譬如讲，你若拄到压力的事，圣经甲人讲一句话，讲既然劳苦背担大人，可以到我家里来，我就予恁得到安息。我心内柔和谦卑。恁就背我的担，学我的样式，安尼，恁心内就要得到安息，因为我的担是容易，我的担是轻省。这是主耶稣直接甲咱鼓励、甲咱安慰的话语。即使你心内若有这个忧伤的代志，圣经嘛，互咱有一款的英文讲，你就爱将一切的忧虑。写给上帝，因为伊顾念你。即使你心内若有迄款的惊吓的代志，心内毋知要安怎来逃亡。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节甲人讲：你毋免惧怕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；你毋免惊吓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。我的确要坚固你，的确要帮助你。我的确要用这个公义的正手来扶持你。
就是一大地震的事，真侪人非常的惊吓。所以呢，我到底迄个在啊、发生在的迄个所在，看见人真侪人在去受惊。我讲，咱信主耶稣人嘛有一个撇步，有一个闭关，会当用上帝话来甲人受惊。所以我就印证真侪在受惊的这个资料。就是用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节讲，你唔免惧怕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；你唔免惊吓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，我的确要坚固你，我的确要帮助你，我的确要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。我甲伊印做一张红红的这个啊纸条来滴，所以我就甲伊讲，讲这是平安福。平安符啊，不是迄个福禄的福，是福气的福。所以呢，咱来读上帝话，你心肝会惊吓，就真自然而然会消毒。拄到困难的时阵，主耶稣甲咱安慰讲：“我将这个事甲恁讲，是要叫恁伫我内面有平安。这个世间恁有苦难，但是你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赢过了世界。”所以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唔望你心头，那是有甚物款的郁卒，无袂记哩。翻开圣经，读上帝话，上帝话会当帮助咱脱离这些心头的郁卒。你若无够真了解，唔望你参加教会聚会，教会兄弟姊妹会真热心，请甲你斗三工，解决你心内苦情。我进一步。告诉你那是啊，也要写字，你来写日记，通过你家己个人秘密的日记簿，你来甲上帝透露你的心声。所以别人未当了解，上帝会当了解。你就将你心内苦楚、你的郁卒，你写点伫你的日记簿内底，的确会看见上帝和你得到一个出路，你的心头才会动荡。隆重完全消毒。第四方面，我唔望你会当改变你生活的方式。有时你会当甲你的对伴、甲你的家庭的人去做一贯的计划，互咱有一个啊休闲活动的生活，或者是你人两个小组斗阵去散步、去旅行。我和我的另一半就是了木枢纽，五十年来做伙的生活，阮自开始的时候就约定讲，咱两人爱常常斗阵做伙读圣经，做伙祈祷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阮犹原保持。若无甚物款的代志影响，阮的确有一段短短时间，差不多半点钟，阮去找一个阮住的所在附近有公园哦，或者是有一款的。较安静的环境，亲像我住伫这个台中南区的所在，中兴大学有一个真水的一个校园，阮会当伫遐散步，伫遐行路，啊，伫遐交谈。哦，迄半点钟的时间，对阮的生活有真大真大的帮助。所以呢，望你伫你的家己的生活环境内底，会晓设计，会晓安排。你厝内底人有甚物款的苦境，有甚物款的郁卒，斗阵做伙来祈祷，做伙来互相勉励。第五项，我伫遮要甲咱讲，你爱有迄个决定，要信靠耶稣，顺服上帝伊的话语，这个是一个真大的闭关。我做初做牧师的时阵，最大的困难就是主持，这个。啊，会友过往了后，主持这个丧葬礼仪，去到殡仪馆处理会友伊的代替，慢慢得到一个真大的一个经验，就是到底这个熟悉的时阵，我真自然就会晓怎样来驾驶咱教会兄弟姊妹面对着咱亲人啊家族。有人过往去的时阵，要怎样来举行伊的这个丧葬礼仪？
所以呢，阮浸信会新人伊啊，蔡院长，伊要求我每一年都爱登到新人伊来教授咱华人这个双重礼仪的课程。我就回想到45年前，我拄拄对伫新人伊啊毕业啊来伫台中建立教会牧会。啊，迄个时阵呢，教会兄弟姐妹非常的热心，看见这个30岁少年的团队，安尼，咱赶紧都来给按立做牧师。所以呢，我新人伊毕业了后，2年来啊，随时都啊，请呼我做了牧师。啊，迄个时阵少年啊，真正孤戆无经验。也做讲，我已经即马做牧师啊，我大概每一项代志拢做甲真好势，所以有一个考验来。迄个时阵，我伫台北参加一个夏令会，啊，接到一通电话，是我台北母会一个兄弟，伊个师大人伫马街病院过身去，啊，阮个主任牧师去美国。去报道，无得嘞，啊！所以伊就打电话来甲我讲：“廖牧师，拜托你，我是大人过往，请你来甲阮主持这个节目礼拜好无？”当然，我徛踮伫做牧者的立场，就真认真，啊，就家己一个啊去到伫这个中山北路，这个马街病院啊，这个以这个殡仪室的所在，就为着伊个是大人来主持这个丧礼。主持这个告别式，最后这个告别式啊，这个伊的这个遗体放入去到棺木内底时，背部这个掀开看，哇，不得了！伊的时代人是踮伫伊的目睭内底生一粒瘤，所以咧目睭就拢总安尼扑出来。哇，这我是头一遍，举行这款的节目礼拜时，看一个心内非常的艰苦。所以呢，在那个时候，我回去，很久很久的时间，那个艰苦的心情还在存在。所以我就跟上帝祈祷，说上帝啊，今天我来做牧者，要牧养教会，我这个对着这个人过往，他的这个代替，要怎样来处理，如果没有会晓，我实在是真的，很大的困境。所以求主耶稣，你帮助我。所以你知影我迄个，我真久真久背上帝话语，诗篇1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的确无欠亏。圣经甲咱讲伊讲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我也唔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的腿，你的拐。拢安慰我，所以当上帝话进入到我心内时，我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，所以我就开始认真来学，要安怎来处理这个啊丧葬礼仪，无人教，新人伊也无老师教我教，所以我迄个时阵就家己下决心，我开始去买一个摄像机，啊，通过熟悉人介绍，我入去到伫殡仪馆。看人安怎将这个过往的这个人，伊个亲人的代替，放入去到伫这个殡仪馆内底，然后慢慢安怎运作，一直到最后，啊，进入到伫火葬场。所以呢，我伫遮学这个功课了后，吼、哦，感觉讲以前是感觉真惊吓，啊，真失志，但是我用心去研究，用心去操练。变成做师傅，可以训练坐坐我的温度，好，咱这个惊吓的心情就真正自然而然解决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心头那是有甚物款的烦恼啊、动荡、不准，你一定要找出一个时间，安静灵修祈祷，或者是甲找到好的同伴。啊，两人斗阵做伙祈祷，所以呢，我和牧师娘结婚40多年，我常常会去分别时间到安静的山顶
去祈祷。在台中彰化离开市府无远的所在，有天主教的一个净山。这个净山是天主教的神父甲修女，因工作一段时间了后，会去到伫这个山顶，伫遐做会退休的工作。所以伫迄个安静的中间，我体验到教讲，哇，真正甲主的关系非常的亲密。啊，伫遐精神得到溃烂的时阵，咱就同时有迄个信心来挖苦伊，咱做嘅代志就会当顺利行通。最后，我要甲咱讲，处理咱心内烦恼不足的心情，有一个真要紧的闭关，就是爱知影你现在在烦恼什么。第二，你爱将这个不足的代志提出来。第三，你爱为着这个代志来向上帝恳求祈祷感谢。第四，你爱用上帝话来对付你心内的不足。第五，你爱决心顺服上帝引导。你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，你爱知影上帝伫遮要给我们学什么款的功课。我相信上帝的确会给你有一个秘诀，有一个方法，有上帝话语做你脚前的灯，路前的光，引带你走在一个真顺境、真舒适、真安然度过难关的那个困境。所以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唔忘你拄到困难的时阵，你爱为着这个大声用感恩的心，唔通讲底下干那得惊吓，你就想主耶稣，你要给我学什么功课？我学到这个功课的时阵，要安怎去帮助人？安尼，我今仔日所经历的苦楚，不单单是我本身得到帮助，我也会当去帮助迄个特别需要的人，和别人来得到祝福。愿主赐我们祝福，让咱遇到困难的事，同齐来追求，来挖苦主，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完全感谢你，你的话要成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带阮行伫光明平坦的路。虽然伫这个世间有真侪操烦、不足，有真侪苦境，但是阮若靠主，你的确会给阮有信心。你的话要给阮得到鼓励，让阮会当赢过种种的试验、种种的烦恼。拢要完全得到逃离，求主祝福阮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因脑拄着困难，和因也要到礼拜堂去做礼拜，通过兄弟姊妹的帮助，因的心头也会当得到逃亡、轻松，得到上帝祝福，过着一个有盼望、有快乐人生的道路。阮安尼感谢基督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